我是一个单亲的小孩，妈妈未婚先孕，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被爸爸抛弃了。你不要走了嘛，站走开，我爸放开手，不要走了，不要看着我，不要站起来，走开，我爸爸不要拉着我，不要走，你不可不可以不要走。我是不幸的，但是我的妈妈比我更不幸。后来受不了邻居的说三道四，最后她只能带着我离开我们熟悉的家，一个人到处找工作。从小妈妈就没日没夜地指责爸爸，整天跟我说她这辈子最恨的事就是认识我的爸爸。自从有记忆以来，妈妈一直都是焦虑着急的，常常没吃没睡，有时简直像发疯一样，整日以泪洗面，每天伤心欲绝，还要扛起家里大大小小一切的责任和经济的压力。我很痛恨我的爸爸，为什么要把我生出来又不陪我长大呢？同学们总会问我，你没有爸爸吗？我讨厌回答这样的问题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爸爸会离开我们？为什么爸爸不要我呢？久而久之，我开始变得沉默不语，受到任何委屈都只能逆来顺受。我逃课，出走，能不回家我就不回家，但觉得自己的存在就是一个错误，宁可自己从来没有出生过，没有到过这个世界。妈妈最后只找到一个在餐馆打扫卫生的工作，凭着微薄的收入打些零工养活自己和我，所以她怨恨那个抛弃她又把她变成单亲妈妈的男人。但是更不幸的是，她又把这种怨恨毫无保留地转移到我的身上。直到有一天，妈妈有一个要好的朋友来关心她。这位阿姨自己也是个单亲妈妈，但是她的脸上却看不见单亲妈妈的苦毒。有一天，我听见阿姨在跟妈妈聊天。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也曾经碰过像你同样的际遇。我的先生很多次的外遇，我忍了又忍，可是孩子的爸一直不愿意来挽回我们的婚姻。我曾经也像你一样，我很歇斯底里的想要自杀，我一了百了。可是当我想到我的孩子还小，如果我走了，那我孩子该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忍不下心去做。其实离婚对我来讲很痛，很痛的伤害。我觉得我好孤苦无助，我是个很失败的人，我只有借着忙碌，很忙碌的生活来逃避所有的一切。直到我来到了真爱家庭关怀团体里面的弟兄姊妹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，他们听着我的过去，为我祷告，让我慢慢也走出那伤痛的过去。之后，我的妈妈开始不再说我爸爸的不好。其实爸爸妈妈因为不再相爱，所以分开了。可是我们依然很爱你哦，妈妈绝对不会让你的爱比任何人少一分。真的吗？你要打过后？
渐渐我长大了，我不再害怕别人问我你有爸爸吗，我得到的爱一点也不比其他人少啊。妈妈经过真爱的帮助，使她可以有勇气继续活下去，使她可以面对自己和他人，可以走出婚姻失败的阴霾。如果能够回到过去，我想回到自己的童年去告诉妈妈，或许因为单亲，我们的生活变得格外艰难，或许你也很难去原谅我的爸爸，但是无论怎样，请不要把单亲妈妈的两行泪水留在我们这些孩子的心里，不要让孩子认为他的出生是一个错误。其实饶恕和爱就已经弥补了我们家庭的缺憾，不是吗？Thank you.